现金股利在你不用，又是我的第一章第一站到第九站。又是我的第一章第一站，耶和华的罗伯蒙西死了后，耶和华吩咐论的囝又是我，就是军队摩西来讲，我的罗伯蒙西死了啦，但你就起来，甲正八姓过一个约旦，去我所守属以色列人的地。既然恁的脚掌所踏的地，我拢守属恁，照我对摩西所讲的。第四节，对旷野甲这个以巴论，到大河就是别两河，迄人的专地，搁到大海远日头的所在，拢会做恁的边界。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了伫你的面前，我怎样甲摩西伫地，也袂安尼甲你伫地。我的确无离开你，也无放弃你。第六节，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你要予这个百姓得到迄个地作业，就是我对因的列祖所咒诅要予因的。独独得到勇敢，大大壮大。接受我的罗伯摩西所命令你一切律法来行伊，唔通离开来偏左偏右，予你无论倒落去，拢得到行通。这个律法的册唔通离开你的嘴，得靠着你的受益，予你接受来行这个册内所记载一切话，安尼就会予你的路平坦，你也得到大行通。第九节。我既然无命令你吗？你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倒落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底。其实咱参加来读今仔日的圣经节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咱参加来读第一页。我既然无命令你吗？你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倒落去。要把你的兄弟带